嘿，哦，噗噗噗噗噗，这里超暗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有一点光了。这里有吗？有吗？沿路扑门过去，有没有？有很多门啊，门用完了啊，用完了，门用完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很多原木，我之前的资粮就是用在这里的。海绵好像可以吸水吧？吸水力高。做啦，再做啦。趁我现在很多木门，拼命的做，继续的推进，故事总有继续的进展嘛。哇，来咯，这只是不是？不是，这只不是，前面是不是啊？我是不是在外围啊？我感觉我好像在外围诶，是不是在前面啊？前面有没有可能走旁边？哎，是不是在前面有可能？不管有没有可能，还是要放木门呢、啊。哦，这里黑到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这里是不是这里？是不是这里？是不是这里？有没有可能在这里？哎，好痛哦，好痛！是不是在这？有没有可能在这？最后一只，会，哦，木门阵设立完了。哎，在跑啊？是不是里面？有可能没看过的地方就要去看。哎，这里有泥土，竟然会有泥土，表示我来过啊！我来过才会有泥土。哎，可见不是在这。哎，八八八，没有哎，没有，不是在这，在上面是不是？在这上面哦，这一颗里面是不是有金砖？秘宝就在上面哦，这个就是哦。可是我还没有打完，打完呢、啊，我还有一个王还没推。这也是秘宝，那最后一个王在哪里？出来讲哦，出来讲。秘宝我找到啦、啊，那王嘞？为什么不出来讲？嗯，这上面没有啊，没有也没有，没看到就看到一堆门而已，有没有？就看到一堆门。哦呼呼呼！现在鱼游泳都有点难了，有没有？都变成我的了。木放的门实在太多了，哎，太好笑了。王不会再很远，不会啊，他有用那一招哎，他不是对我用那一招吗？表示他是在附近才会对我使用那一招，找不到也不能打，所以一定要找到才能打。你想跑是不是？很想跑。你看，我现在在。自己家后院来去自如哦，感觉怪怪的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在家后院来去自如哦。是不是在这？这里也来过了。喂，上面有没有？没有哦。这里不是来过了吗？
这里我来过了，这里上一次打一只王嘛，所以还要再找哪里我没去过。嘿嘿嘿嘿嘿，我还在找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王很爱躲，最后一只王很爱躲，大概怕死有没有？秋风虽然也怕死，可是我没有躲成这样吧，对不对？我是很怕死啊，可是也没有躲成像他躲的这样子。喂，想跑？关本兽，关本兽，关本兽。好了，我关完本兽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关本兽哦，想跑？哎，他跑掉了。哎，他跑掉，他真的跑掉了。他跑太快了啦，哦，到处都是门，哎，这就是被我侵入的痕迹呀。这里不是，所以这里没有。上面我有去过吗？好多层，好多门，有一定有来过。门越多，表示我来过的越多次。这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不是，人门而已。这我都来过啦。看这些门的数量，就代表我来过多少次。这边都踏遍了。已经亲门踏户到这种境界了，他为什么还不出来跟我打？哎呦，我就是找不到啊，我就是找不到他，我很想扁他欸。啊，嘴吹薄啦哦，等你们找了啦。哦，你得你们找看看呐。哎，这里我没来过，哎，真难得，难得的空房间，找不到哎，找不到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王不知道躲在哪里。真的找不到了，我努力了，我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我努力的在这边游来游去哦，就是没有哦，有没有？这里也没有，努力的游上游下，努力啊，没有就是没有哦，这里有没有？哎，这里好，感觉有希望。哦，喂，这里感觉有希望。这一只很不晓得从什么角度射我。喂，呀，死了！还有吗？哎，还有哎，哦哦哦！很会躲欸，嘿，没有啦，我都看不到人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躲在哪里，一直没有固定位置哦，那我要怎么走？我要怎么找？吹毛呢？是你吗？不是啊，他只是小怪而已。啊，小怪打一打啦，好啦好啦，下面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好空虚哦。我打得这么辛苦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打得这么辛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这里会不会有？哎咻哎咻，这里超亮的欸，这里我来过好几次了欸。没有就是没有啊！哎，
真的看不到了，吹毛了啊！剩下二十分钟要开创造是不是？好啦好啦好啦，那我就开创造啊，然后把地图送给大家。哎哎、欸欸，我先复制出来一下啦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我复制出来了，开创造，这么喜欢开创造就开创造啊！等一下，那个晚一点会公开地图。对不起哦，那个有点卡到。哎，开创造拿夜视药水是不是？鱼不要了，夜视夜跳药水下呼吸，这些要干嘛？夜视药水这一本，其实啊没有，但有吗？王你在哪里？看一看啊。这样还找不到，就没有天凉了。这样还找得到吗？这我都来过了、欸。哦，日常还是有啊？你们怎么了？还你日常，日常都还是有啊，又不是说不拍日常了。不是这里、欸。哦，这里都是木门，这里呢？哎，是不是在这啊？哇哦，这个是不是有秘宝？秘宝就在这里面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金砖一个两个，就这样哦，有点空虚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这八个金砖，是不是？秘宝就这样。好啦好啦，就这八颗金砖好不好？秘宝就这个。用什么 ?Game Mode 3哦。你们哦，在这在这。欸，到底是在哪里啊？哇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从来没有来过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竟然有来过，插了一堆门在这，你躲在角落干什么啦？哦，真的是，真讨厌，真是讨厌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远一点看，这就是海底遗迹啊。啊，我们当初就从这边有没有？很白痴的这样子垫了泥土垫进去。好了，这里打完了哦，大家可以看哦，这是我们打完的海底遗迹。我现在要出去走走，看看到底有多远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海底遗迹，我们的家超远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把那个，果然被门挡住了。等一下我会把那个地图就公开啊，那你们想要下载的就可以去下载一下。哇，超远呢、欸！灵魂出窍，超级远。很海底遗迹很大，没有啊，已经没有要玩了。很大啦，我这张地图跑了很大很大的区域了。